哎，包，帮你家买五花肉，拿过去嘞，不是给你的哦，就五花肉你奶奶要吃的。哎呀，你搞错了。走，你奶奶在家吗？在不在？你去帮我开门啊、哦，走啦。三斤半呢、哦？三斤半，可几十块，这边那个多。好像42块。42就42呗。嗯。啊啊、哦！你吃的，你们吃的，你们吃的，好吧？妈，不是你的五花肉，然后你很垂头丧气啊？啊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好好笑，那他们真的吃肉，没吃那个鸡肉吃完了咯。鸡肉今早吃完了，他吃完了吗？你赶快吃完一六鸡，吃几餐？难了没有？公给你端饭的吃，吃啊，他给他管吃管吃，他没吃嘞，白饭他没吃嘞。他没吃是啊，你家没有汤嘞，他怎么吃完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，他玩我，哈哈哈。拿他们玩，哈哈。他在这快我，哎呦我。我没有，我没有给你吃。包。他也动的嘛，哈哈。来了，去玩了。天天搂鱼。嗯。你吃饭先啊。啊，好的。到时你再讲就得了。你吃先啊。宝，你跟我回去啊，不跟你奶奶吃饭了、啊。那走吧。哎，乖。白饭你就不吃。哟，精彩哟、哦！去那边干干的那边。有人家走这边湿湿的。